山滚滚吹散了爱，我是漂流的一粒尘埃，浮浮沉沉茫茫世界，迷乱的心敢有药通解？坠落万丈的深海，也是对你痴心不改。再过怕天边的云彩，不知什么叫做自在。我在失去你的梦中醒来，证明一段感情的失败，已经关系了你的关怀。如今轻轻叹一声无奈，我在失去你的梦中醒来，不知该欢喜还是悲哀。不管过去多少的伤害，有缘自然和风吹散天涯。我在失去你的梦中醒来，证明一段感情的失败，已经关系了你的关怀。如今轻轻叹一声无奈，我在失去你的梦中醒来，不知该欢喜还是悲哀。不管过去多少的伤害，你敢会偷闲？敢会想要偷？没，袂用袂擦咯。你也袂啊？医生讲哦，爱观察72小时。我看哦，你就你即马就随转去休困。我袂。怪我袂？你敢不知你擦一点仔就无命啊？那我只是擦擦清就完尔啊。无你想要安怎？就叫你卖倒啊！无要听我话，阁唔捌代志，一直咧多叫。好佳哉，许宗信这次是见过你啊！你才无遐尔严重，伊若是大开杀戒嘞，我是要安怎甲罗生阿姨交代？无可能啦！啊，许宗信伊即摆要参选议员，无可能做歹代志。伊有啥物歹代志做袂出来？你真正无了解阮的工课有偌危险？就算讲许宗信无要采取行动，你嘛赶快拄着危险啊！对车尔，有啥物危险？这才是上危险的所在啊！为了迄对车，变啥物状况，有啥物车拢无注意，安尼真有可能发生车祸。搁再讲啊！你为了翕到你想要翕的，听到你想要听的内容，家己去放伫遐尔危险的所在，拢无咧注意，你敢有想过啊？哈！你真正无了解阮的工作偌危险的。明慧啊，大哥讲得对啊，你即届吼，真正想过大主大意啊。好嘛，啊无我甲恁回信嘞。无错，你回信嘞，你即摆随恁去休困。我捌。搁讲袂？我咧讲半工，你一句话拢听袂入去是毋？我有听入去啊。啊！我今晚唔着人好好，伫遮阁会当做事，我才无爱因为头壳整一个包，啊，着放弃我应该做的代志。遮无需要你，你今晚应该做，就是回去休困啦。我无需要休困。你是要搞上班吊心？你是要搞我做什么？好啊啦，恁两个啊，是囡仔是，一直弯弯袂停呢。明慧啊，啊大个嘛是关心你啊，你着莫甲伊过去啊。你先回去休睏，为滴伊也赶你袂走啊！你家己毋是嘛知知？关心的口气，敢有需要遮尔歹？大概一直会找你，要甲我赶走，袂输看到我就足惨啊！赶快。阮大个就是嘴硬，心肝软，你着莫甲伊计较啊！算我甲你拜托啊，你先回去休睏啊，算是我一个面子啦，好无？拜托切啊！
我是听老师的话才先离开的。大的啊，我给你拜托一下啊。我知影你关心明慧，啊话敢会当好好讲？即边哪好好讲啊？你敢不知影我知影伊伫病院的时阵啊，咁要惊死啊！承认啊吼！我是反正唔知影要安怎甲陆胜阿姨交代。啊，明慧嘛是想要斗三工，你无接受吼，讲话嘛免遮尔歹听。我就是爱安尼啊，我就是爱伊啊，离我远远的，愈远愈好。你是起笑？啊！人明慧真尔关心你呢。我唔是咧起笑，我是讲正经的。我已经投入素如啊，袂用阁投入明慧，那真正安尼哦。我是无法度原谅我家己啊。我已经去强素如啊，袂用阁去强明慧啊。那呢，你著甲明慧好好啊讲嘛。我愈讲，伊著愈偏偏安尼。伊是真正要甲素如共款，倒伫咧病院内底昏迷不醒，才会共完成。嘛免安想啦，代志袂变甲安尼啊。我嘛唔知要安怎想啦。我可能感觉我是不信之人，跟我做伙的查某囡仔都没有好的结果。对啊，你莫黑白想啦。我知影，你是想过要去明慧，才来黑白想的啦。有时阵我感觉你足矛盾的，明明就要去明慧，我搁偏偏啊要甲伊扫远啊。你刁工讲遐个话吼，就是要找借口尔。就算拢是借口啦。啊，咱的工作本来就足危险的，要找到真相，爱付出代价。有的时阵，有的代价哦，唔是你承担起的。只有你是安怎啦？那你出去。我搞早早计是你安排，为什么杨丽妍会知影这个代志？那不是我去啊，我可以回杨丽妍聊天，我等他。啊，敢不是你把这消息放出去的？我跟我姐讲啊。啊，无你哪会这样调去我所在？我就是因看到杨丽妍，我才讲伊我所在啊。原来是安尼哦，我就是讲你是条狗，伊把消息放出去，你敢假死？所以，你去弄伊的车啊？是啊，洪英杰假死。看伊以后敢唔敢吼，过来找咱麻烦。我过来拜托一下，今麦什么时机？我来选举的，你搞不直播，万个无说，无说一个大代志，你就存心跟我算不了计数。好啦，是嘞啦，我以后较杂杂的。你也较杂杂，你也较杂杂，莫搞找麻烦。选举时间，上惊是啥？就有丑闻，你搞别个安排，以后无经我同意，上心莫回来。是的，后盖袂啊。给我后盖，是。这唔对啊，这个丢真大问题呢。什么问题啊？酒，啊你想着啥？应该无我的代哦。我甲总早计物件代志，知影人足少的，啊杨丽妍想要怎样怎样。舅啊，这真正跟我无关的哦，跟你无关系。难免这个代志，你是安怎谈出去啊？刚刚是咱家有来查，还是总招一边啊？阿舅，你敢有把这个代志跟张淑英讲？张淑英，你哪会想到那个查某人啊？因为这查某人。太过恐怖了，不是，这个代志啊，我不跟你讲啊。啊，无安尼，来查是啥啊？是啥拢无要紧啊，重点是啊，咱要做代志啊，来较顺利。这重要的代志啊，知影人是愈少愈好。好啦，我知啊。啊，不过就，我甲你提醒一下，啊，你也是莫甲迄张淑英有来往啊。张淑英才是你最大的黑料。是你的致命伤诶！啊，万一你甲伊代志不要扛出来，还真正变算啦。啊，所以啊，我才一直吼要甲伊按耐啊。哦，这查甫人现在有够歹剃头诶，恐惊哦，以后就歹收煞诶。你若是赶紧下定决心，莫一直安尼
你家你家己的代志啊，管好就好啊。我的代志啊，唔你管啦。我有啥物代志啊？真尴尬啊！甲你前女朋友，甲你高高低，无出大力。好啦好啦好啦，我莫去找伊就好啊。好啦，你先离开啦，我过来想一寡代志。好啦。啊，一箍啊，才成功啊，实在是无出头啦。虽然讲啊，还有过去啊，王世云林北，啊，不过大伟啊，哦，袂靠你，啊，心灵嘛无可能甲我斗相共。我家己一个人拍这场选战啊，真正足吃力。我是要去倒位找一个当心灵够能力的助手啊。啊，燕婷算是一个人才，啊，不过伊今嘛对我真无谅解。哎，告诉公啊，燕婷，伊晚来搞倒沙缸就好啊。秀丽，你唔是去送货？是啊，啊，不过头拄我搁接到一个客户的电话，有一批货因赶紧要爱啦。那你就做伙送啊。我嘛想啊，啊，因一个人一个包，根本无共路。拜托啦，你跟我到帮忙送一下好不？我特别袂赴啊。是要送去倒位啊？地址伫遮啦，山区哦。嗯。啊，不过我开车的技术唔是足好的呢。我帮你开。唔免。伟英，你有闲倒啥工作无？歹势啊，秀英，我等下甲客户约。秀英，拜托啦，拜托你帮我帮忙啦。好啦。我就知你想法，那安尼就拜托你啊！我先来走啊，拜在這啊、我要帮你开车。唔免啦，我家己开就好啊。你对我家己讲，你技术无好，安尼伤危险嘛，我袂放心。真正唔免。哎呦，大家拢是同事，互相关心嘛。我家己会注意，会做细腻的。你莫想要找借口翘班哦。阿无，你算我翘班，扣我薪水。哎、欸，真正是无赖呢。飞弟，我都已经伫车底啊，阿无你甲我拖来。卡细腻耶，关门啊！我先跟你讲哦，咱要去的所在足远的，要快去快回，公司还佫有足侪代志要处理。开山路袂用看。安全最重要。我当然知影安全最重要啊，不过咱若是上班回来天就乌啊。你是欢乐天乌，搞独处。天黑请闭眼，狼人请睁眼。放心，我袂变狼人呢。像假你变狼人，我是假天乌了，还视线不好。放心，我的技术足好诶，而且狼人拢是暗时出来夹人诶，我来就做来。困一下，让你的心情放下紧张嘞。好，咱来出发。来，琪姐，请把火变下多大。对啊，等下，哇，刚才哦，会有准时送到位。
看起来这个人客是稳啊。就跟你讲，我的技术足好诶，那换作是你上，无听到即马搁伫半路诶。对对对，拢是你的功劳，多谢你。行，咱来等，无就要天乌啊。好，咱来行。你是我最爱彼个人，你帮我点情海中的。我在失去你的梦中醒来。对对对，拢是你的功劳，多谢你。行，咱来等，无就要天乌啊。行。好。秀英，你要卡花薪水哦？啊？我翘班啊。带落去啊！看你这届安全够准时，甲会送到位，我就放你耍。我根本无要紧，是不是有准时甲会送到？我要紧的是安全甲你送到。我知影，多谢你。秀英，你卖一直故意想甲甲我单独相处吗？我无啊。都讲无，你家己讲，即阵送货开山路，你敢有把握？明明就无，我硬要讲你会使，就是故意不爱跟我单独相处。我是歹势给你麻烦。我是公司的工读生，就是要给你麻烦的啊，佮讲歹势。秀英，我真正唔是甚物歹人，我是一个介意你的查甫。我讲过，我都介意你的，你会当唔接受啊？但是你袂当连一点仔机会拢无给啊！啊，你今仔就搞话呢？你开车到专心的，莫讲了，搁讲话啦，看头前。秀英，嘘，秀英，嘘，开车，看头前。这条路跟咱来的时阵走的路，跟都无同款呢。那不是，阿无你看一下导航子。哦。啊，这无讯号呢。啊，无讯号。真正呢，阿毛洗得好。卡西里哦。可以干啥？阿帅。先生，那有哪些会？真正会的，迅落车。落车？对不起。会晓修理车哦、喔，我袂晓修理啊。你袂晓修理，无你先看啥？我看别人拢安尼做，我若无人安尼做，会做逊的。啊，你袂晓修理，就莫搁伫遐看啦，紧扛起来，紧。啊，即摆天乌搁落雨，是要安怎啦？对啊，拢天乌啊，搁落雨，咱若即摆行落去，可能会有危险。啊，是等明仔载天光较讲好。
明仔载。啊，未用哦。啊，无你伫车底先休困，我去上大沙岗。不，等下。啊，路拢安尼乌乌，看袂清楚。你一个人去，若是拄着啥物危险，是要安怎？我看咱也是伫车顶等我。嗯，好啊，我听你的。嗯。你应该巴肚枵啊吼，我有准备物件，你先食。啊，你怎会准备食的物件？我出发之前，今日巴肚枵，有准备一个小点心，进来，进食。你嘛做伙食。我想要你手啊。啊，你家己有手是不要摕哦，家己摕。对，你袂感觉这是提供杯啊，要给咱的独处时间吗？我什么时阵啊，哥哥？我是讲真的，车唔歹，偏偏这阵啊歹，这就是提供杯安排啊。真的就搞我。秀英，我以前就跟你讲过，我是真正足介意你的，我是认真咧追求你，你是我初恋呢。在我的心里，你就是我的女神。不管外国的查某囡仔有偌水，还是偌少年，应该你拢袂用比。你敢有听过一句话？千金难买我乐意。千金难买我乐意。嗯。像讲诶。我讲诶，乐意，我喜欢你。惠弟，你莫有压力，我会用等。等有一天，你一定会嫁得到我。尤秀英，你较清醒啊，莫听人讲鬼寡话，就伫遐学白想。秀英，你敢要先休困一下？唔免啊，我袂忝。要讲袂忝，你拢要下戏啊？你若无放心，咱人伫车底。我用落车，你车里休困，好。哎，不，妹啦！啊，你一个人落车，若是出什么代志，是安怎？我就知影，我杨秀英对我上好啊。无啦，我对每一个人拢足好足好的。对每一个人拢足好的，那安尼你敢会当对即马开始对我安尼好个一丝啊？我不爱吃，我要睡。秀英，我困起。伊竟然把外套给我，伊看起来足乖的呢。你醒啊？哎，最近睏了好无？真好啊！啊，你哪会把外套给我？你若感冒是安怎？我这么用，未这么干了感冒，我是怕伊感冒，较好你教的。
是你家己要甲外套互我哦。你若真正感冒着，袂当讲是我害你。我若是真正感冒，你敢会唔讲我照顾我？你想想怎样？有讯号呢。我看着，我打电话道路救援来拖车。两个人的衫，晚上了就无看的人。我看恁两个人早起约会哦。在山顶，孤男寡女倚天为被，看星星聊心事。怎么这么的浪漫呢、啊？什么倚天为被啊？在山顶什么拢无啊？我只是踮在车顶，是倒位浪漫？伫车顶哦，车顶。车顶敢无浪漫？这位少年人，借问一下，荒山野岭，敢那恁两个人，敢无一种哇，全世界敢那温暖啊心情？我唔爱讲。来，是咪感冒啊？好啦好啦，恁两个吼，赶紧回去休困，莫上班啦啦。好啦，无我先来等哦。拜拜。阿信，我送快，我给你快点。好。有情况，好刺激哦！哎，车上。你是我最爱彼个人，你帮我点情。我在失去你的梦中醒来。安怎？人无爽快哦。我感觉规身拢烧伤嘞。你真正发烧呢？今仔我带你去看医生。唔免啊，阮厝里有药啊，我食些药啊，睏下就好啊。你嘛规暝无休困啊，今仔去休困哦，唔免讲我。啊，若是恁家的药啊，食了无效是变怎？啊，你头壳若是烧到歹去是变怎？本来就无巧啊。你是甲我靠西，还是甲我关心？行啊！你有啊，藏在中岛的医药箱里底。左凯，加油啊！左凯。这么优秀的查甫囡仔，感情才会介意我？哎，想遐尼侪创啥？这么暗啊，妈若发现昨我无转去，一定会骂我。啊，不过泽凯还袂食药啊呢。
妈无伫个，嘛无敲电话给我，看起来根本就无发现我昨暝无转来。早知影就留落来照顾泽凯，只有等伊气过来食药啊。哪有查某人的头毛啊？这不是我的啊！刚刚伊搁去找张淑英啊，这个查某哪赶拢赶袂走啊！中时记食遐尼济亏啊，搁甲伊继续勾勾滴。小莲，阿是安怎？无啦，阿姐西装整理好啊，我想要甲伊收入去啦。来，我等你哦。那是个应酬，我得去听下电话。啊，你要加啥应酬啊？无啦，啊，今麦选举嘛，唔管什么时阵啊，都爱去个地方上的人啊，叫关系。啊，来到时候什么代志哦，啊，才帮人到手工的时阵啊，就方便开嘴啊。安尼哦，那安尼我跟你做一起啊。较早吼，我拢会陪爸去处理这个代志，啊，看点王家的面子吼。是咩？我想讲啊，靠我家己的力量啊！你靠家己的力量，我嘛是当斗三工啊！我是你的太太，我陪你做伙去，你毋是真好。啊，即卖就一个政治人物的太太，拢会陪你做伙去啊！安尼就有一种国家的好翁婿，啊，佮阿母感情足好的形象啊！哎呀，迄拢是无能力的人啊！真想讲哦，用某来啊，拍得感情牌，啊，你嘛知影这应酬啊，啊，家里也无聊，我要开心思去应付。啊，真暗啦！所以我想讲哦，你伫厝内好好休困 ，OK？ 我带你去好吧，嗯？好啦，莫规面个傲嘟嘟的，我就是惊你上疼。真想讲哦，你伫厝内休困啦，嗯？好啦，我知影，你去应酬嘛，应酬侪啊。讲到遐尼好听，就是无想要和我对。啊，这阿扁啊吼，唔但是吼嫌我麻烦，啊是讲惊我烦恼。迄阵无美女啊开刀吼，啊讲拢无甲我通知啦哈。啊美女啊哦，今嘛哦是立德的某呢，迄算起来哦是我吼外孙新妇啊。啊！伊开刀吼，啊，我拢无去共看。啊，这唔代互讲话无吼？不会啦，阿妈，啊，你时段呢，人袂讲啥啦。啊，我想吼，美女即摆应该身边就一个人甲照顾的，你慢慢想烦恼。讲嘛是有影啦，阿孙呢？阿妈甲你讲，迄较早吼，美女啊，有迄心脏病呢。啊，我吼嘛无赞成讲伊甲立德吼做伙了。啊，他即摆吼。无代志啊，阿哥吼，嘛是讲要来甲关心一下啦，看免哦，互立德哦会无欢喜。好啊，那无我再找时间陪阿妈你做一起。嗯，还是你较乖。阿婆啊，我先来出去啊。中西啊，请阿妈呢？啊，你要搁出去倒？无啦，阿哥我真侪代志要处理啦。嗯，啊，迄代志你都有助理，啊，互因处理就好啊。啊，今麦就选举啊！啊，真侪代志吼，也是我家己去吼，安尼才有诚意啊。安尼哦，哦，好好好啦，啊，无你着爱较细腻的哈。好啦，我着先出去啊，啊，若无着袂好啊。嗯，啊，较早转来，较早转来哦哈。好啦。阿婆，新人啊，啊，你是要去倒位啊？真阿妈呢？哦，我有一寡代志要处理啦。啊，人迄忠臣啊吼是要去应酬呢，啊，你有啥物代志好处理的？就听下代志啦。嘿嘿嘿，啊，你一个吼家庭主妇，啊，一个敢毋食饱用先生，哪有啥物代志爱处理啦？哎、欸，七碗八碗了。迄就是就听下代志啊，我先来啊。是。阿妈，啊，无你先休困啊，啊，我陪妈咪哦去处理代志啦。啊啊，你也要出去？嘿。嗯。哦，那。中西，我帮你照顾我咯。
好关心一下。无啦，啊最近较无闲，所以伊就无多伫咱来遮。感情是，你要安怎证明？这有啥好证明嘞？我头一届伫酒吧看到你的时阵，我就一届你，你有想我了解？恁查甫人拢嘛变来变去，可能今仔爱我，明仔载就无爱啊。而且恁若是拄到一个搁较有路用的查某人，保底靠，迄个规人拢飞走啊！无啦，我上爱的人就是你啊！嗯，见你伫厝内吼，都穿较轻松诶，较袂热。嗯。我去困嘛。嗯。我回去跟你解释好不好？你要怎去对？这就是恁家啊！柯中信，你是不是还想要把我一个人放在不管啊？你若是把我撞下，我绝对爱你好看哦！小明，你是真了解我，你要花短毛时间来处理这个代志啊？处理？要处理啥？处理我是？你若无话，你柯中信啥物都不是，我就不相信。无靠阮王家的人脉，你敢有才调选到议员啊？你是我最爱那个人，你帮我惦心海中，我在失去你的梦中之内。你要花短毛时间来处理这个代志啊？处理？要处理啥？处理我是？你若无话，你考虑是啥物都不是，我就不相信。无靠阮王家的人脉，你敢有才调选到议员啊？无你是咧摇摆啥？我丢小英爹啊，无你的代志。东西啊，是不是这袂见小查某一直甲伊勾勾缠啊？即马是啥咧勾勾缠啊？这袂见小的查某破坏别人的家庭，佮咱个大细声。我破坏别人的家庭，我是小三，还又佫安怎？东西是爱我啊，若是有才调，你就甲恁翁婿抢倒转去。啊，毋过吼，我可劝你，你也是莫做梦啊啦。东西即马无法度离开的人是我。不是你王心莲，还有啊，你爸爸都已经死多久了，还敢在我面头前那么摇摆哦？你也是这样想的啊？心莲，什么事啊？咱回去再说好不好？回去？那个查某刚才不是说这才是你家？我敢有说得不对？你看，现在已经几点了，他还是忍不住想要来见我，是怎样？就是因为伊无法度甲我放下，伊就正硬着急，想要甲我见面。无得开一秒钟，拢无想要甲你做伙。你莫想摇摆哦！吼，你真正是真有够用的千金大小姐，每来每去都敢那会晓即句。是讲啊，像你即款千金大小姐，敢那适合哦，安尼远远啊欣赏。若是要过日子，就爱找像我即款呢。厝内厝外工课拢真够做，对吧？无像你啊，除了会晓甲王家提出来讲话尔，你会当提到什么啥工啊？我可讲你啊，还是赶紧甲婚离离的，免得霸占柯太太的名分。你这袂见笑的查某，实在是够无耻的嘞！你破坏别人的家庭，搁一声大细声，当初忠心就是目睭找袂见看到你啦，这句话我嘛送你啦。伊就是青梅才会娶你，无身材阁歹看，就算我放你出来做黄脸婆吼，阁嫌惨吧啦！你这，哎，你想要我是吗？哎呀，我怕你讲我无力，你让你我，你我你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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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哎，你别去甩！我都是因为你，我拍个像你凄惨，弄不来高官去吗？搞误会！
妈咪，我看吼，你还是跟阿爹地离婚啊？我，迄个张淑英在你阿遐摆着，三番两次就爱你退位，你何必阁忍气吞声啊？我甲恁爹地遐尼啊侪年的感情啊，无你卡，伊是一时头卡想无清楚。他卡想无清楚，现在上清楚、上知影你的关系的人就是爹地。你何必为着这种大波人，还要消磨你自己的青春？安尼敢有价值？心玲，心玲，好看一下好无？莫伫遐假好心啦！你不是这么甘心的查某，佮到底要创啥？心玲，我拢是不得已，我是咧应付伊好无？应付甲烫衫裤，看起来佮真骨力嘞，吼！哎呦！自从张淑英出卡到今嘛，我拢无甲你联络的。是伊强强啊，传一个讯息话讲，要甲我黑资料拢标出来。你嘛知影，今嘛选举的，一点仔小代志拢变甲真严重。我真正是唔敢得罪伊啊。是啊，你一定受到威胁，伊一定想要做你的某，啊不安尼好啊，我就让伊啊。就是啊，还是刚刚在弟弟。想要左拥右抱，享受其人之福。你给我点名，别在这乱了你。心莲，我跟张淑英啊，真正是一个意外啦，啊，无听到，伊就跳过世界啊，想要嫁给我啦。我才不管伊是安怎想的，我想要紧的是你的想法。迄个张淑英阁想要继续高高低，不要紧，咱得做伙想办法来解决。啊，不过你唔是呢？你安尼假惦惦，家己走去找伊，真正感觉足切心的。是啦，爹地，以后妈咪吼，无论做啥物决定哦，我拢支持伊啊。我刚才拜托你，今麦是选举的时阵，是上重要的时机，我袂当有任何歹新闻呐。啊，老婆，我哪可能接受迄张淑英甲我威胁啦？哎呦，啊是啥物代志啦？阿妈拢唔困，啊伫遐咧吵吵闹闹，哦，佫吵到啥物？我听着讲啥物要离婚啦哈？哎，心莲呐，唔是吼阿母爱讲你啦哈？啊，你一个家庭主妇呢，啊一日吼食饱呢，用新鲜点喺厝内面，你若忝会用休困呢，中心无同款哦，透早就出去爱去拼事业呢哈，啊伊安尼暗时回来就忝到要死，就爱阁应付你，安尼你敢对？阿母，唔是我爱吵，是中心佮他出去找迄个查某啊。哎呦，找啥物查某啦哈？迄查甫人吼伫外口，哎呦，迄拢是吼伫咧做戏的啦。你莫安尼吼想想遐尼济啦哈。啊，你吼做人的某的人吼，啊，就是安尼啊，无白当啦。较早阿母都甲你讲过，一丈之内是丈夫，啊，一丈之外的马马虎虎啦。啊，你就是安尼袂体谅啦，莫怪吼你抓袂着中心的心。我做到遐尼啊，侪敢讲阁无够？对啊，阿妈，妈咪为着弟弟哦，已经付出真侪啊。你安尼讲吼，是无公平啊啦。啥物咧无公平哈？哎，拢伊咧付出，啊，忠心啊咧，忠川嘛付出足侪呢哈。伊安尼一日干吼，伫咧拼事业，吼、是为着啥？嘛是为着这个家，要互恁大家过好日子。恁老母啦。嘿吼，一日到晚拢安尼装水水，啊吼，招朋友去下午茶，啊那无就是去逛街，吼，啊恁老爸是安尼做牛做马呢哈，啊恁安尼大家看到伊安尼敢袂心疼？那我吼看到吼，心肝是安尼抖抖大了。我知影你一直对我足不满的，啊不过我嘛是足骨力的，我拢一直咧替中心的未来拍算。你哪会当安尼，无问代志，无问好清楚，只可是伫咧怪我。刚刚在你的心目中，好像是自己人，心不永远拢是外人。啊，你讲这句话敢对哈？嘿，是你是大，我是大啦。哎，我才讲几句啊，尔，啊，你就讲到安尼这大官调。好，无阿婆，我就问你一句：，迄个同事还张淑英一直高高的，佮还叫我离婚，敢不说是我的唔对？你啦，哈。太接戆着啦哈！啊，参像迄种查某，你也敢哭？紧的啦，紧切切乎你啦，较袂吼惹一挂麻烦转来啦。阿婆，我知影啦，我马上甲张淑英哦，找个清清楚楚。嗯，
心莲啊，安尼你即马有听到中生讲的话啊啦吼？卖阁讲吼要离婚啊啦哈，好去困啊啦。伊讲要甲张淑英切好断，伊去讲过了解，啊，毋过无一个是做会到的。伊会听我的话啦。好啦好啦，有啥物代志明仔再阁讲，拢去困啊哈。燕婷，你嘛好去困啊。你吼，人迄是娶某嘛，啊你是娶一个天公做顿啊，哎呦，啊你顶下当吼，啊就咧使圣地啦。唉，忠信啊，阿母知影啦，你毋是超过伊的啦，要毋过吼，你嘛是爱细腻呢，千万毋通吼惹一寡麻烦顿来啦，你安尼好无简单哦，才考到律师。阿母哦，是希望讲你会当宫中耀祖，华母民主啦。阿母，我知影。阿母知影啦，你安尼自细汉哦，就足巧啊，足捌代志的。阿母相信你吼，一定有法度选到机缘。啊，不过吼，即摆这个时阵哦，你千万千万都爱细腻，唔通出差错呢。阿母，你放心吧。这个代志啊，我一定会处理好势，我嘛一定会顺着伊完，阿母你有面子。好好好，你若安尼讲吼，阿母就放心啊啦，阿妈啦，你嘛好休困啊，阿母嘛要来困啊吼。我今麦连洗脸刷牙，我会互你照顾，你若袂肯，我就麻烦。那会啦，你会使滴着高准阿姐的心脏重新活过来，我可当照顾你，我就足欢喜的啊。啊，不过我今麦就是一个白人呢，你看，咱两个人拄结婚，拢无法度去度蜜月，啊，是安怎会娶这款的太太？你若是吼，想要度蜜月？想要有两个人的世界，你就要好起来。医生讲，过关达几天就会使出院啊。要不过前提是检查数字要过关。好啦，我会努力达标。你们有阿雷，好好放轻松。咱两个人结婚，就是要互相扶持、互相照顾。兄弟俩的是爱幸福快乐，知影无？嗯。阿妈来看你哦、喔，阿妈，啊，莫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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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跟你讲哦，三号迄水果哦，佮补品哦，要来互你吃哦，多谢阿妈，唔免客气啦，阿妈，你来过来啊，嗯，啊，阮孙娶某吼，啊，迄孙媳妇还会叫我一声阿妈嘞吼，我要来甘愿，嘿。讲甲恁哦，啊结婚啦，啊请人客，啊食喜酒，啊无甲我讲一声啦哈，嘿，真正哦，拢甲我这個老人放袂记。哦，母啊，你不是讲你袂细细念，我唔才答应带你过来，啊来个呢一直念一直念，人迄美女爱敬仰呢，你是安尼来看别人的哦、嗯？好啦好啦，我卖念我卖念哦，啊拢袂讲一哦。是啦阿妈，因为哦美女要动手术。惊讲甲你讲你会烦恼啊！我想讲，等美女拢好啊，甲带去见你，安尼较好啦。哦，还是讲美女啊，啊你的心中哦，啊规粒拢乌起来，哎，规粒拢换，哎，人我听人咧讲呢，讲迄内面哦，啊装一粒迄鸡骨仔就好啊，哎安尼敢着换？哦，迄状况无同，就穿像迄车的眼镜歹去啊，就爱规粒拢换掉同款。
我迄鸡骨啊，无效啦。哟，鸡骨啊，无效哦。啊，你讲安尼我知啦，因恁派去爱装换嘿，我了解，我了解啦。好啦，啊，你唔是讲要看美女，即马看到啊，咱互伊休困，明天咱就过来看伊啊，哈。哎，那较紧的啦，稍等，稍等的啦。哈，这么讲吼，嘿，头一遍安尼吼，叫我阿嬷是做我的孙媳妇，我总是嘛爱礼数啊，对不吼？一定爱做较够的啦，来来来，来美女。这样，红包你收起啊，收起，嘿，多谢阿妈。啊，安尼就对啊，安尼正式叫一声阿妈吼，真欢喜。红包收起来吼，哎呀，虽然讲哦，恁安尼请人客啊，结婚的时吼，拢无请我吃喜酒吼，啊，无要紧啦，嘿，我礼数吼嘛，同款做较够吼，摆较够就对。这表示讲哦，恁这时势吼，嘿，在我心目中哦，拢还阁有嘞啊，哈。阿妈，唔想无要邀请你啦。是迄当阵美女的身体就无好，所以哦，婚礼就简单办啦。啊，是讲等美女恢复健康，婚礼阁办一届，到时阵一定请阿妈来坐大位。哎呦，煞唔免一定爱请我坐大位咯吼。哎呀，身体也较好吼，赶紧的哈，先吼啊生一个囡仔哈，安尼上介好啦哈。好啦，行啦，来等啦。无啦，稍等下啦，美女呀，啊你若出院吼。阿妈哦，才好啊！甲你吼疼身体，少甲你抱一下，互你安尼赶紧哦，替你等哦生一个囡仔时，安尼我才有感觉顺畅啊，抱咧。较紧咧，吼，较踏实咧，吼，较努力咧，较加油咧哦。有感觉顺啊。妈，阿妈今年电工包出来。这是我头一次看阿妈摕家己的钱呢。哼，出门之前甲我摕的啦。哦，原来是摕你的钱出来做礼数。嗯，这才是我实在阿妈。啊，是讲迄美女复原的情形怎？真好啊，医生讲恢复了才好诶。想不到阿俊阿姐的心脏遐尼好，拢无排斥。要唔过，迄抗排斥的药也嘛是继续食。安尼就好啦。阿俊哦，真正就善良诶。你两个都要好好珍惜呢。我知，我会珍惜阿俊阿姐的心中，陪美女重新享受人生。美女即卖哦是一个人替两个人在活，你哪会记得阿俊阿姐为你的付出？阿你哦都要好好疼惜美女，知影无？哦，我知。哇，恁今仔也忝嘛，较早休困。阿母，等下。亲奶，阿姊，你小坐坐啦，我来房间讲一下电话咧。哦。哎，是安怎？恁两个冤家？我哪有甲伊冤家？是伊家吼，重视来冤家啦，啊，踮遐一直吵，一直吵啦，啊，乱讲哦，要离婚啦。啊，伊毋是就爱重视呢？忠信伫外口乌白啦，伊若甲伊离婚，啊，毋就是生存外口迄个狐狸精。我嘛是安尼甲讲啊，啊，伊都听袂入去啊，伊要安怎就安怎，无法度啦。这吼千金小姐吼，迄个性就是安尼啦，拢无要接受人的意见啦。我咧想哦，咱忠信啊吼，毋知受偌济委屈啦，无伊哪会去外口找查某？啊，这吼心灵家己嘛要检讨啦。啊，翁仔某若像安尼吼，看毋得要安怎生活落去。哎，母啊，你来讲这种话哈、啊，恁囝做唔对代志，啊，你怪心人，你家己嘛是查某人啊，哪会当安尼讲啊？哎，人阮迄个年代吼，会女人呐，吼，大家拢足乖，吼，足顾家，哈，啊嘛足尊重四大人，哪有参像伊啊，顾家己啦，哎，啊一个后生哦，燕婷啦，哎，特别好娶某啊呢哈。啊，真正若讲离婚哦，啊，忠信啊，甲燕婷哦，看这个面子吼，要寄爱倒位去。是恁囝读较歹去啊！张秀英迄款查某人伊也敢去砍，伊家己袂伫伊的面子啊！哎呦，你莫安尼啦！迄讲迄张秀英哦，啊讲甲无一块好，啊像迄媒体新闻哦，共写甲敢若袂输妖魔鬼怪，迄拢乌白写的啦！迄张秀英伫我面头前哦，是偌乖、偌听话，佮够款厝内面，佮够煮食，偌体贴的呢！你哦，你就是耳孔轻啊！人安尼凊彩甲你讲几句好听话哦，你就是听甲耳孔安尼咳咳咳，迄种歹人，你搁敢甲伊斗阵哦？什么咧歹人啦？
啊，你唔知啊嘛，咧乌白讲啦。人我有甲伊接触过吼，我知啊，伊唔是安尼啦。伊叫人甲因翁关起来，还佫要抢人的财产，安尼佫无够歹哦。翁仔某中间哦，有甚物纠纷，有甚物冲突吼？迄上对啊，上唔对吼，是因吼当事人才会知影啦。好啦，啊，就准做讲吼，伊甲因前翁啊有这个纠纷啦，吼，迄嘛因家的代志呢。啊，人伊吼真正足友好的了，足友好呀。啊，无安尼啦，忠信哦，甲心莲就离婚，互伊去娶张秀英，啊，互张秀英哦来甲你友好安尼好吧？哦，千万不可。千万唔通啊！迄有去用拐过吼，拐伫迄内面咧，拢假铜假铁的，你敢知影？吼，唔通安尼，唔通。啊，你唔是讲足听话、足乖，啊个足友好诶，哈？友好，迄也唔知咧，都也未娶入门咧啦。啊，若娶入门吼，嘿，才会知影啦，哈。哎呦，免啦，你实在是哦，我安尼讲几波，讲这么多，啊，你搁听袂清楚我的意思哈？我吼，就是讲，咱忠信啊吼，一心啊会向我吼，嘿哦，唔是伊的唔对啦，这心人哦，家己嘛要检讨啦，伊嘛伊的唔对啦，你这真正是讲袂通的啦，话拢你咧讲的啊，无想要跟你讲啊，心人，暖一下好不？我要来休困哈。我叫新民就来，你要去哩？有啥物话，大家讲好清楚啦，母啊。阿姐，阿你找我啥物代志？哦，就来讲啊。新民，我想要代替忠信甲你回事嘞，是对不起你啦。其实你甲阿母拄到遮个讲话，我拢有听到啦。无你甲阿母讲了嘛无唔对啊，忠信的心会向我，我嘛会负一部分责任嘛。哎呦，你唔通安尼想，迄要维护一个家庭哦，唔是你一个人的责任呢。就算讲你两阿婚姻有问题，伊嘛爱好好面对，唔是用这种方式来抗议的。再讲，你也无对不起呀。那你忠信哪会变家呢啊？是我无够尊重伊，还是我甲阮爸缓缓照顾到出去换不亲人，这是天公伯阿要予我的报应。你莫安尼责备你家己，迄是唔对，你无需要关心你家己的。不过真正感觉我家己足无路用的，迄个张淑英明明就啥物拢无，我哪会输伊哈？我为着忠信付出所有的一切。竟然比不起一个外口的查某，伊为着伊一直在欺骗我，我真正想无呢。为什么我安怎做，拢无法度把伊心揪倒转来？你把迄个查某的地址给我，我来替你解释迄个查某。阿姊，免啦，你莫去啦。其实我嘛有去找迄个查某理论过。迄个查某足邪，伊根本啥物拢无咧惊。我惊你若去吼，伊会开始找你的麻烦，安尼你就互我拖累啊。伊足邪的，那拄好，我嘛足邪的。放心，交互我来处理。忠信，哇，这领导，我是忠信的大姐啦。我知影，大姐请坐，我替你添茶哦。来，免啦，我起来就好。我今仔日是专工来跟你讲几句话啦。我知影，大姐一定是想要靠近我离开忠信。甲忠信的代志，哪会好意思，搁予大姐来操烦啊？袂啦，哪会操烦？啊，这就是忠信租予你的所在哦。是啊，伊搁会提钱，
和我去买物件。大姐，伊即摆看到所有一切，拢是伊专工替我准备的。哦，我真正应该好好甲念一下。这样你设计的厝，这样你简单的所在，那配你会得过啦。大姐，你讲这话是啥意思啊？我的意思是讲，好歹你嘛是东东的董事长夫人啊，啊你较早大是白总呢。啊，凊彩提一个皮包，就是一种普通在上班的人几多个月的薪水。伊哪会当让你住这么细间的厝？啊，而且阁是用租的。嗯，袂要紧啦。我本来对物质的要求都无讲足悬的，而且我会放弃董事长夫人身份，甲重新做伙，都是为着两个字：真爱。就是讲大姐，你敢了解什么叫做真爱？真正有够悲哀的啦！好好的日子唔去过，而且你还唔知计小手人的红色，硬要参照水同款为家的所在流，流来流去，流对臭水沟啊，甲家己母狗规身躯拢在臭咕咕。哎呦，大姐呀、啊，你哪会当讲中心是臭水沟啊？在我看起来，伊是绩优股。较早大姐你这么辛苦赚钱，啊栽培做大律师。啊！结果王家煞把伊当作是奴才，啊！这是替王家团休会借证的，你一定感觉足怨叹吼。早知影你的小弟予人安尼看无，你当初是安怎遐尔辛苦，安尼趁钱栽培伊啊？王家呢，唔呐是看袂起忠信，佫卡是糟蹋你的苦心咯。所以，咱就应该吼爱联合起来，予忠信咱忠心徛起。你真正足够讲话呢！迄新人对阮忠信哦是有情有义，乃是咧糟蹋啦。啊，你在讲啥？要帮助忠信，忠信阁徛起啊！你是凭啥哈？你即摆双手空空呢？啊，阮忠信满满的资源，你安尼讲哦，真正是笑死人。无喏，代志袂当看表面。王新人，伊就只是一个有工具却袂晓使用工人。就算讲有搁较侪条脚，迄又阁安怎？一看到伊的苦瓜面，迄气氛就随冷去。啊，不过我都无讲啊，伊把我带伫身躯边，迄气氛吼是偌闹热嘞。对啦，你讲得无唔对，那是带你伫身躯边哦，迄气氛绝对是闹得滚滚啊。啊，不过那是因为大家哦要甲你配谈配烂啊。你是去予金刚狗的小三哦，那带你去购票，安尼阮中心就规个拢乌去啊，上家替徛台哈，啊，不过是替家己的名声在讲酸笑。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也不了解，真的是白痴呢。是啦，我确实应该跟大姐你多学一挂。大姐，你怎么看不起我无钱无势？较早你拢会当卖笑赚钱饲忠心，今麦你当然嘛希望忠心会当卖笑，把个王家来饲你跟你妈妈。你这个抓头无势、抓尾无命的查某，你凭什么对阮家安尼叽叽嘟嘟哈？你是我最爱的那个人，你帮我点情海中的我在失去你的梦中之内。较早你拢会当卖笑赚钱饲忠心，今麦你当然嘛希望忠心会当卖笑，把个王家来饲你跟你妈妈。你这个抓头无势、抓尾无命的查某，你凭什么对阮家安尼叽叽嘟嘟哈？你唔知影家己有几斤重心？你想要拍我？你若把家己当作是忠心的人，安尼我就是你的大哥啊！我等你拍看卖啊！你莫想过靠势哦！我唔是靠势，我是靠我家己来驾驶你这袂计小查某。好好的正路唔去行，硬要行歪的，你无做人说伊是死哦！你爬，想要拍我？来，正好你拍，爬！刘秀英，还是应该叫你阿英，还是叫你新人哈？哦，你莫安尼变来变去，变到最后连家己叫做啥物名嘛唔知影，啊嘛莫安尼换来换去，换到最后连家己的翁婿是谁恁嘛袂认嘞，啊，着搁四界去行路乌白认翁啊，安尼才真正是见笑。唉，莫安尼委屈你家己啊，你还阁真少年，赶紧回头。安尼才有可能有美丽人生，有听到无？行。
我洗面。这个张秀英真正是不知好歹，今仔无先甲伊教示一下哦，后盖会搁较歹看。在做的，我在病院啊。我等下提衫去病院哇。啊，你哪会提爸爸相片伫看？弟弟，我今仔看到恁爸爸呢。你讲啥？我讲我伫个路下看到恁爸爸，伊就伫个桥路的对面，我就跑过去，啊，不过我过去以后，我一直找拢找无人。你应该看唔到啊啦，可能看到是叫醒爸爸的啦。不是，我真正看到伊啊！我看到伊人是王威，我无可能看唔到的，一定是王威，伊是王威，伊就是生出安尼啊！好啦好啦，妈，好，你无看唔到，哈，啊，哎，不过爸已经过身啊。我受过伤心，我看唔到，可能我神经无正常，我这个脸状况，我真正去看到伊。好了，无代志啦，无代志。我咧想吼，伊可能是看到生得是爸爸的人，才好变想啊。谢谢我甲你遐惊着。我无代志啊，你赶紧把物件摕摕哦，去看美女。啊，你一个人伫厝，蛮好白相啊。我知啦，等下阁要订家餐，给美女补身体。好啦，你要先出门啊。紧去。敢真正是我目睭花，看唔到啊！这五含羊水，亚丽，你看，这关键的相片品格真袂歹呢，来咱加准备一挂，这袂无够袂。有啦，我已经请工厂伫个挂架。啊，不过这次来可能欠分的。啊，他拄仔阁有人甲我订一首啊，唔知影库存阁有无？安尼唔就赶紧看卖，赶紧去看。等下啦，我拄则已经去仓库摕一寡准备要送的货，你哦，等我把这送货单写好，我来去看啦。加油，加油！女孩们早安。
里泽凯无上班啊？哦，今仔日泽凯那么来上班哦。有人这一天无看的人，就这样尔想伊。这哦，就是爱情的节奏。真不是嘞，咱公司无几个壮丁，咱若是要搬回哦，咱就要家己来，安尼就辛苦的。就是因为安尼，我才希望伊有来上班。泽凯今仔日破阿伯请假，所以这几天吼，咱大家爱较辛苦一寡。嗯，好呗。拄只上班时间就卡来啊！伊讲吼，伊感冒无爽快，加去看看好了，所以今仔日就袂来。对啊，伊即个感冒感觉足严重个呢，伊搁家己一个人住，嘛毋知影讲敢有遮时间食饭，敢有人甲伊照顾啊？伊搁遮尔少年，哦，我有一个阿姨囡仔甲伊爸大汉，即摆搁袂晓家己洗衫呢。是讲吼，即卖囡仔真侪拢是生活白痴，尤其是泽凯，佫是一个少年囡仔，但是无人伫咧身躯边照顾吼，我感觉伊嘛是凊彩食，凊彩过，安尼营养不良诶。嗯。啊，你是安怎？你看我，你就莫再读妇人心啊啦，伊是为着你才会感冒。你可不爱去甲伊照顾，替伊煮饲咧，爱心午餐啊！即卖外送遮尼方便，伊就叫外送就好。你就是这个外送员，遮有一挂口腔喷雾，伊若是感冒，然后无爽快，闻一下感觉较好啦。泽凯有讲过啊，这个口腔喷雾伊用过，感觉真袂歹，你就当作是咱同事大家的心意。赶紧提给伊。加油！大家拢误会我甲泽凯有啥？我若真正替伊送这过，大家毋着搁较肯定啊？啊，毋过我若无甲送过。阁想过不近人情啊！哇，真正足烦呢。你是我最爱彼个人，你帮我惦情海中迷茫，我在失去你的梦中醒来。讲秀英送喷雾去给泽凯，阿嫂来嘞，啥都来哦。泽凯就是讲，秀英，你来看我。然后秀英就讲，小凯，你跟我要紧不？我真的就烦了你耶，我不要紧啦。秀英，小凯。我的心拢在你的心苦底，抱我，用力的抱紧我吧！哦，小凯，秀英，我超爱你耶，我嘛超爱你耶！啊，不赖你来啊！没事。不是啊，恁是？无啦无啦，阮伫咧耍啦。创业压力伤大，对啦。啊，我差一点仔都袂记啊，你的花我已经准备好啊，我去摕。你是阿玲的朋友哦？是啊，叫阿布兰多。我感觉恁公司的产品袂歹呢。哇，这阵仔我订应酬，干嘛拿我爽快？今年阿玲上完一个。口腔喷雾我感觉真好用，所以我就加买寡，请转送我的朋友。多谢你的爱用，阮公司还佫有其他产品嘛，袂歹，针对无同的需要，你都能试看袂。阿布拉，你会？
稍等一下。这个食物蔬果洁净喷雾，还有猫砂除臭喷雾，你得拢去用。哦，哎，你看到帅哥就有特别优惠哦。不是啦，加交一个朋友，袂歹啊。我再给机会了你。好，谢谢你的证明。嗯，拜拜。你这个朋友真酷真 man 哦。你来哦，姐姐啊！我现在就欢喜，就欢喜，就欢喜来，进来。嗯，我有带一挂喷雾跟水果给你啦，啊，你也会紧食物件哦吼。有啦，我有食泡面。啊，你破病搁食泡面哦？啊，我都袂用煮饭，感冒搁无胃口，除了泡面，我真正唔知影会用食啥。你会当叫外送啊？我连叫外送的气力拢无，我规天拢倒伫个眠床顶，想讲啥会用煮饭好食。这个你就来了，我不是来煮饭给你吃的，是维林跟亚玲就烦恼你的，叫我送喷雾来给你，啊，你要赶紧好起来，别让人烦恼。蛋包饭啊，我最想要吃蛋包饭咖喱那种的，啊，不你煮一碗汤面也不错啊。就算爱我煮也要有食材啊，冰箱都有啦，啊，你人拢来啊，你就顺便煮给我吃嘛，好不好？拜托啦，巴肚最枵的。啊，好啦好啦，我煮给你吃，你爱赶紧好起来，赶紧去公司上班。啊，若无公司无你这个壮丁，就麻烦。好。哇，你看起来比餐厅煮的更好吃呢。你吃看吗？好啊。嗯，你家好吃。啊，我自细汉哦，就伫厝煮饭给阮家的人吃。恁查甫囡仔哦，上喜欢吃简单的物件，尤其是用一支汤匙啊，就会当吃的物件。你真正就了解，不过我会感觉咱俩真适合。啊，你吃较慢呢，消化不良。你一个人住啊？恁家的人呢？哦，阮家的人因拢移民去英国啊，啊，我留伫遮读大学，等毕业以后才可以找伊。唔过安怎？唔过你若是希望我留伫遮甲你做伙，我就会留来。我无这个意思哦。会当去国外就好个啊，去外口闯一闯。刚才讲领导的人嘛伫遐，你应该去甲因团圆。其实我以前是有计划要过去英国甲因大做伙，但是即马我嘛已经有一个家己的家，就无一定爱过去英国啊。莫伫遐讲迄无聊的话。啊，你的意思是，你愿意跟我去英国吗？我无安尼讲啊，你莫甲我讲的话，学袂翻译。我无学袂翻译你的话，我是甲你的话变成是我想要听的话。啊，等我毕业以后，你敢会愿意跟我去英国？等你毕业，你就无一定想要叫我陪你做伙去。咱用看卖是毋是安尼啊？惠弟，你先答应我嘛。啊，你若是感觉等我毕业伤久，无咱用今年就先去。我无要去，今年无要去，等你毕业我嘛无要去。为什么你对英国有偏见吗？啊，你莫甲我讲的话，拢翻译甲变作是你想要听的话，好不好？我即马有搁咧创业，才打开四年，我会专心全力拼事业，袂当半途而废。那呢，我已经留来甲你做伙拍拼，我可以当成功的女人背后的男人。袂用的啦，我甲你差九岁。我管你九公分呢。嘿，又搁安怎？你说年龄，我说身高，因为年龄不是问题，身高不是距离。啊，我看你根本就不是感冒啊，你是假破病，精神真正是有够好。
因为你就是我的强心针，看到你，我整个人拢最有精神的。啊，你若走吼，我就会整个人拢消风去啊。好啊，你莫伫遐讲迄话无的。啊，饭我煮互你食，等下我你家己洗，我先倒。啊，你刚才个煮饭好食好无？我想要食意大利面。意大利面？你搁点菜啊？嗯，拜托拜托。靠我的心情。后天我想要吃牛肉麵，但后天我想要吃咖喱饭，我大公都要吃你煮的饭。打电话给中心，他都不爱吃，万一伊阿姊走去找伊讲遐，中心真有可能都白吵啊！可恶，我竟然无提防着伊迄个麻烦的阿姊。为着自保，我一定要做好准备。燕婷，你嘛来啊？请一杯。我嘛来啊，刚刚都吃过饭来过啊。请坐啊。不用啦。我的意思是，我想袂到除了恁爸爸以外，你嘛会来。你找我什么代志啊？我找你啊，搁会当有啥物代志？当然嘛是请你离开阮爹爹。那恁应该嘛知影，我是绝对无可能离开恁爸爸。你都唔免伫遮浪费时间啊！麻烦你离开。这是我的私人空间，你要是不来走，就是擅闯民宅，我是可以告你。人家才把你悄悄告诉你，现在就换你要告了。你最好有那个本钱跟时间跟人家来告去，假如你生活比较无聊，就不找我们爹爹这样高低，这样欢迎你来告。我这个人是真爱接受挑战，你说我敢告不赢你。好啊，那呢，大家就来拼看卖咧。你乖顾你的生活，顾你的工课。啊，不过我的工课还有我的生活，都是跟恁爸做伙。啊，若是会当跟你拍官司，安尼可能我的生活嘛较袂无聊。而且，我跟你拍官司的钱是用恁爸爸的。安尼讲起来，不知是谁的损失较大吼。你是在做袂见笑？我讲了唔对啊。我不是拿你爸爸的钱，是你妈妈的钱。毕竟你爸爸给我的钱都是王家的。哦，我拿王家的钱来告王家的人，欸，不知道还有什么事情能比这更好玩。你跟他们当然就好了。你就是我们爹爹哦，会当这样顾待你，敢想我不来吗？我们爹爹拄到你，只是他一时的糊涂，他是绝对不可能反背我们这个家。既然你这么有把握，那安尼想哪该去好好无用你的代志啊？我的全工作来遮搞公家的，那是我无意帮阮妈，伊阁受你的气。我甲你警告，你想我离开阮爹地，那么我就……啊，那无得安怎？你别看了，你别想我是一个好人，你是在欺负我？是你叫我帮你。你是要警告你？你可是我来找你哦！我拜托你，我拜托你帮我死，我拜托你！是我来拜托你放过阮全家，然后无我着。你想怎？哈，你安怎？你给我放过，放你救命！我来救你！你别再打我！啊，救命！救命！啊！我来救你！啊！
先生，我好像今麦怎么了？来，什么涉嫌伤害张淑仪？我唔相信，我家绝对袂去伤害别人诶。拄只许愿婷甲张淑仪比龙龙做好啊，也毋过落差真大，需要进步。啊，张淑仪有提供厝内底监视器画面，虽然无录到当初的画面，也毋过听声音确实有口角甲之前冲突。安尼讲起来，对许愿婷较不利哦。无当初的画面，敢若有啥？啊，你无算进步啊？若是张淑仪坚持要甲告，阮警方嘛只会当调查，也佫有提供进步。要安怎解释？你是律师，你家己知影。甲我讲是无好诶。那安尼，阮燕婷即卖咧？李平姐，小等者，我去传。麻烦你。妈咪，燕婷。等下，佮要来上医法医询问啊，有甚物爱注意的，恁家己甲伊讲，我有时间留予你。多谢。到底是发生甚物代志啦？有甚物张淑慧个例恐吓佮伤害？我着去找伊谈判啊。哎呦，我着甲伊讲过，莫讲去找张淑慧啊，伊着是无咧听。哪里来问你啊？有甚物要甲张淑慧告告底？妈咪，妈咪。我根本吼就拢无对伊安怎，我只是甲敬重诶，跟我讲吼，叫伊莫过来破坏咱这个家庭。哪会知伊就开始演，甚至伫咧现场制造一寡敢若起冲突诶声音。伊头壳顶诶迄个空嘴啊，是伊家己提出甲我家己讲诶，我根本就拢无甲卡着。我相信你袂去伤害别人，啊，毋过迄个张淑仪是安那伫咧现场制造出监视器诶证据。伊早就拢甲监视器安好啊。而且佫调好角度，伫个一寡所在根本就用死角翕袂着，煞会当甲现场的啥物仔都甲一清二楚。伊就参照起笑同款，伫个现场安尼开始家己画、家己演，甚至安尼来走来走去，然后熊熊我无注意的时阵就昏去啊。我就想讲我去甲看，今发生啥物代志，叫伊煞甲我的手抓牢的，继续敢我咧甲定安尼。然后伊就走去边啊，提酒干呐，讲伊家己个头，就话讲啊，我要甲抬，我要甲抬安尼，就变成即马恁看到安尼啊。即马是要安怎啦？啊，拄才将警察有讲，迄监视器的证据哦，会提来用，安尼对你就不利的安尼。爹地，连咪就要去法院啊，你也甲我斗三工啦，我无通知啊。好啦，燕婷，唔免紧张。我等下就了解看卖，这检察官阁法官一下，参照之中嘛，无触碰性刑事侵犯，应该干嘛？叫我好传，一定这个难讲，我来处理啊。你是不要来处理？我害你今天不乖，害你好你今天很乖，你还想讲跟我做你面破你嘴？好了好了好了，你别生气好不好？赶紧把叶宁的代志处理好些，再好讲啦，好，好，好。这个小囡仔在警察局有嘴讲无话模样吼，哼，佫真好笑。佮得是怪人，我是绝对袂会好食困。哇，中心，你从啥来啊？我真安都惊呀！你是要惊啥？我伫厝内，我就惊佮有人再来甲我拍，我就惊呀。我家己也好心啊，我是真清楚啊。燕婷不是伊种人，冲动就会甲咱拍人啊！你做律师拢偌久啊，佫讲出这款话？偌济人咧，囡仔，因拢已经杀人啊！伊的爸母佫讲，我的囡仔足乖，拢是予人带歹。你讲燕婷即间的代志啊，我想听清楚啊！燕婷根本就无甲你拍啦！你讲，你是为什么要害燕婷啊？我无陷害伊。伊是生我嘴皮，啊！我搁摕迄酒干呐甲我敲诶！哇，讲啊真委屈诶！甲这过程哦，讲啊这样子也清楚。我过去哦，是要处理过这家暴案件，我是真清楚，这受害者是无讲假个代志哦，讲啊这样子也清楚啦。
嘛无可能亲像你这款的态度。安那，你去当作我从国骗去吧。遐个警察是安尼一直问，一直问，一直问，我是安尼一直讲，一直讲，讲到我拢会晓背啊。所以我即马当然会当交代互清楚啊。而且我受伤是事实啦。啊，那不是有人提酒干那甲我卡，啊，敢讲迄酒干那会家己背过来卡外头哦？讲硬都无成啊！你之前伫人阿来内面时阵啦，跪着要抱迄酒伊，伊拢讲对家己好酒嘛。你即马是硬都清楚，我也是真清楚啦。安尼哦，你就是认为是我陷害燕婷哦？好，你奶安尼。徐硕。有啊，咱真正有够速配呢。我会想到共一招来对付对方，你就是希望我会当讲出对燕婷有利的话，对吧？妈，来啦！我今麦会当甲你讲我老实话啊。无唔对，是我家己卡，是我家己制造假的代志，让燕婷无法度辩解。我已经去报案过啊。也严凶过啊！啊，就算讲最后是轻判，我咪甲媒体爆料，让你还佮燕婷拢红起来。到底要安怎样？你才愿意帮燕婷耍？我想要爱的是啥？你唔是想清楚？佮有需要佮问我？我为着要甲你做伙，我是承受偌大的压力。而且你身躯边的人，拢讲话是嘛？轮流来跟我请安。大家好好，不是真好，偏偏就是要快了啊！哪里好啊？我就让大家知影，我不是塑胶做的。好，我回去就跟我厝内面人讲啊，以后莫再来跟你交流，好不好？袂赴啊！我已经无法度过忍耐啊！既然伊拢袂想办法保护我，哪里我就家己来啊！我即摆问你，你要选择燕婷还是我？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叫做选择你还是选择燕婷啊？意思是，你若是选择你好心，我一定会甲伊过个死，而且我阁会诬告伊甲我中奸。讲看到阮爸，唔是幻觉。我唔走，心雨还袂走啊。哦，我走唔走，跟你有啥物关系？你无走，我还留来陪你啊。我好关伫内底关遮尔久，你也无要无紧啊。阿金啊，你后生才拄离别，你就遮尔紧张，看性命无值钱，恁后生都恐惊吗？我会当替你采访，替你翕相，我是有经验的。我袂用阁拖住着明辉啊。你着让明辉甲你斗相共，甲遐个恶行拢公布社会。起码就看你什么时阵被提离婚协议书来往外撤告，你那廿几摆通打针尿了哈？阿婆，我未离婚啦，我不是个要等啦，咱起码就离婚完也撤告。分开几落冬。你的物件拢无振动，这是我用来对你的思念。这么长的时间，我犹原坚持一个人，所有的困难我家己承担。想到那一天。心肝头着袂轻松，对你的爱犹原遐尼重，缘分怎样来稀人？明明相爱，却总是相闪。你是我最爱彼个人。帮我踮情海中迷茫，我的心不愿放。你却讲你已经有别人，你是我最爱彼个人。
想想对对。